我們要為自己爭取民主的機會。你剛才那個問題呢，我就咁聽咗呢，我覺得唔係大問題。屋呢其實你解決咗㗎啦，不過你想我知咁就唔要中國兩百所得票數為42,400。以后又唔再加啦，佢意思系认为收货举手，认为唔收货嘅举手，要继续嘈佢加咗1,000蚊嘅。我就唔死心㗎，我要再嘈佢㗎，因為呢個真係權利問題。佢好想獨仔嘛，長數好過短數嘛。